大家好，我是一秋。商店里有50K 的预览卡包，大家开一个看看。最贵的是张垃圾黑卡，还有法比亚诺加一块20000多啊，还是不回本。但是还是有不少玩家开到好东西了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。先来看一个任务啊，给的是龟破的费莱尼，数值来到了85，数据上看着还挺全面的。花式和逆族都是三星，有效期是3天，一个新出的友谊赛 Breakout，规则就是没有规则。我理解的是不是化学有没有要求，然后龟是不是也可以随便翻？阵容要求是租借卡最多1张，一切顺利的话呢，7场比赛就可以搞定了。还有马赫雷兹的一张闪回，数值来到了87，成本在15万左右吧。最贵的是需要献祭一套86，数值来到了87啊，比普金加的最多的是速度加了8点，控球减了2点，依然是5星的花式啊，4星的逆族，注意一下左脚中中的心态，身体模型应该是他自己的，有 flare 和搓射的特技，加速有91啊，控球虽然减了，看着依然还是挺不错的，射门对于前场来说就一般吧。耐力也不是太好，只有79，暂时还没看到评测，看到的话会放到分批里。最后还有一个挑战 SBC 啊，不要求化学，总评上65就可以了。再有要注意的是，相同国籍啊，至少4个，找着俱乐部里不可交易的银卡和铜卡往上扔就可以了。奖励的是一个不可交易的闪卡包，里面有12个物品啊，球员应该是3个左右，我这包多一点，总的来说还是值得一做的。好了，就是以上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